啊，在基督里你已被赦免。上我们已经分享到啊，旧约的预言啊，耶稣的成就，是不是新约的意念啊？今天晚上呢，我们要继续的分享新约的意念，还有呢啊，知道赦免呢是多么的重要，是不是？以及在这样的新约之下应该怎么认罪啊，怎么认罪。那我们看啊，继续来看经文。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的第四章六节到八节。好，罗马书第四章六节到八节。六节到八节。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里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。啊，有福的。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怎样，这人是有福的。主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看到没有？当你明白在基督里你已被赦免，你是有福的呀。跟我说，我是有福的。如果你还说你是罪人有罪，你哪里来的福啊？没有福啊，是不是？只有知道你被赦免了，你才开始蒙福啊。看到没有啊？看到没有？所以你才开始有福了。你说你是被赦免的，你就是说你是有福的，弟兄姐妹。所以大卫做见证，是不是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。所以你被称为义，不是你行得好，而是谁行得好？而是耶稣行得好。弟兄姐妹，你被称为义不是你做成的，是耶稣做成的。然后第七节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。看到没有？你是有福的。第八节说主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你看一连说了三个有福，与什么关系？这三个有福都与什么有关系？都与你要知道神称你为义，你的过犯得赦免，主不算你为有罪有关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那你有没有罪？你当然有罪啊。你要没有罪他在赦免你干啥？主不算为有罪的，是不是？那你没有罪，主为啥不算你算不算主为啥不算你为有罪？是不是？主不算为有罪的，你没有罪，主为啥不算呢？不算为你有罪的。那你没有罪本来就没有罪啊，就不用再算了呀。正因为你有罪，所以他怎样？他才不算为有罪，那么你这人就是有福的。阿们。为什么你有罪他不算？为什么你有罪他赦免？为什么你有罪他称你为义了？因为耶稣的十字架嘛，因为耶稣成了赎罪的羔羊嘛。所以今天你相信耶稣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你得到了赦免，神已经赦免了你的罪，饶恕你的罪，救你脱离的黑暗权势，把你牵到爱子的国度里面。阿们。看到没有？一切都改变了，是不是啊？一切都改变了。今天他不算你为有罪，他说你是有福的。所以你呢，你要做的是什么？你要做的也是要跟神说一样的话呀。神都不算你为有罪了，你还整天说罪干啥？哎，我有罪我有罪，你说这些干啥？你应该说我被赦免了，我是有福的，要说这样的话，这才是与神说一致的话。看到没有？以弗所书一章七节啊，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七节啊，我们记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看到没有？我们得救赎得赦免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，而是因为耶稣，是他丰富的恩典，是他的宝血。阿们。
所以我们得赦免，我们罪过得赦免，过犯得赦免。你一定要记住，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，也不是因为你说了什么，而是因为耶稣成就了，耶稣说的，耶稣做的，耶稣的宝血。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怎样相信领受，不要再说你有这罪有那罪，而是应该相信感谢耶稣赦免了，是不是？感谢耶稣的宝血洗净我的罪，赦免我的罪，阿们。你要接受这个恩典，你要感谢神他赦免了你，你要接受他的赦免，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，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行为。神他不是针对你的罪了，今天你必须要清楚知道，弟兄姐妹，神今天看你不再是凭着你的行为来看你，是凭着什么？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看你。在神的眼中你是公义的，你明白吗？神看你是没有罪的，你的罪过都被赦免了，在基督里面你已经被赦免了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你活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活在耶稣宝血里面，活在神的恩典里面，你要知道神看你是公义的，你是没有罪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怎么看你自己啊？可能人还在看你有罪，看你有问题，是不是？看你啊缺点的一面，宗教一个人看你的缺点的一面，看你有问题的一面，看你不够不好的一面。但是你怎么看自己？你是用神的眼光看你自己的，还是用人的眼光，用宗教的眼光，甚至是用魔鬼的眼光看你自己的？所以这就是你看新约的啊，新约的意念，这些在旧约都是怎样，这些都不是对旧约下的人说的，不是对那些没有重生没得救人说的，他是对在基督里的人说的，对活在新约里面的人说的，对我们说的。所以你要知道，这是神说你的，对你说的话，你被赦免了。你只有被赦免，你才会开始蒙福，知道吗？啊，无罪一身轻，越来越怎样？越来越年轻了。天天无罪一身轻，天天都开心了。无罪一身轻，你才能真正的怎样，真正的活出得胜啊。阿们，啊，阿们。哥罗西书二章十三节，哥罗西书二章十三节，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，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，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从前是怎样？老旧人，死在哪里？死在罪里面，死在过犯里面，死在律法之下，是不是？但是谁？神怎样？神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，你们也可以说是我们。看到没有？神赦免了我，赦免了多少？一切的过犯。所以不要把这个一切理解为过去现在将来啊，过去的赦免了，现在的还没认呢，还没赦免，将来的还没犯呢，但犯了认了才赦免，这是错误的理解。一切就是怎样，一切就是一切，就是所有的你过去现在将来的罪，记住在神的面前都是一次性赦免，明白吗？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，一次性就怎样解决罪的问题。对你来讲有过去现在有未来，但对耶稣来讲，我们都是怎样，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都是未来世，我们还没出生呢。耶稣2000是不是啊？今年2023年了，2000多年前钉在十字架上，那今天我们呢？我们生活在21世纪，
在耶稣那时代都是未来时代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看到神他是怎样，在他的眼中是他所做成的救恩是超越时空的，超越时间和空间的。你认为有过去现在未来，在神眼中一站式解决问题，阿们。所以他赦免了我们一切过犯，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就赦免。对于神的儿女来说，今天你要知道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相信和接受啊。神说赦免了你一切的过犯，你就跟神说一样的话，感谢神赦免了我一切的过犯，就阿们了嘛。不要跟神唱反调了，是不是啊？赦免了一切的过犯，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看到没有？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说明一件什么事？说明一件事，今天我们的生命是和基督一同合一的，同为一灵，同为一体，一同复活的生命。阿们。所以这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的生命与罪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罪跟你一点关系没有，因为你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的，罪和基督是完全两个不同的领域，是不是？罪是属于魔鬼黑暗权势的，而基督呢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呢，我们和基督是活在神的国里面，光明的国度里，是不是？根本不搭嘎，没有任何关系。所以我们要看到，当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也就是说，在我们的生命中，弟兄姐妹，所有罪的想法、意念，甚至是黑暗权势这些东西，全都删除掉了。你的生命是一个崭新的系统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所以在这一个崭新的系统里面，崭新的领域里面，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的这个新的领域里面，我们只有神的义啊，哈利路亚。我们应该天天相信神已经赦免了我，阿们。在神的眼中我是公义的，对不对？让神的义充满我们的心，充满我们的思想和意念，充满我们的话语，我们的每一个细胞，哈利路亚。罪不值一提啊，都是过去的事了，不值一提了，是不是？希伯来书第八章十到十二节啊，希伯来书第八章十到十二节，希伯来书第八章十到十二节，主又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心里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十二节，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新约啊，新约与旧约完全不一样的。新约旧约的律法是写在石板上的，旧约的律法是行为的律法，要求人做的，但新约的律法是什么？新约的律法就是生命圣灵的律，生命圣灵的律，阿们。神的爱，爱的律，它是怎样写在我们的心上的，看到没有？所以新约的律法使我们与天父和好，神他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他的子民，关系恢复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在神的爱里面，我们都与神亲近，你该认识主，就是关系啊，与神亲近了，阿们。那么罪的事呢，神都不提了。这里十二节说，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。弟兄姐妹，
是不是？所以你必须要知道，今天新活在新约里面，这就是新约的条款了。新约的条款了。阿门。新约的条款，你看到了没有？都是神做的。神说：“我要，我要，我要，对不对？我要赦免，我要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，放在他们里面，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对不对？”我要赦免他们的罪，你看看到没有？旧约的律法都是你要你要，不可不可不可，对不对？新约的律法都是神说我要我要我要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活在新约里面，你必须要知道，都是神爱你，神赦免你，神为你做成的。不要再看自己了，不要再看罪了，是不是？不要看老旧人了。如果你看罪，看老旧人，你还是怎样？活在捆绑里啊，不是活在基督里啊。你只有看神，看神的爱，看神的恩典，看神的赦免，你才是蒙福，你是有福的。你心里面才会有喜乐，有平安，你的身体才会健壮，不会有任何的压力、忧虑，明白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心中有神的爱，有神的恩典和赦免的人，才是真正喜乐的人，平安的人。你在神的爱里面，你是不会怎样，不会忧愁的。弟兄姐妹，你听神爱你的道，恩典的道，赦免的道，你只会怎样，只会开心喜乐的。这样的生命的道，每一天给你带来的是什么？带来的是喜乐，带来的是平安，带来的是医治，是释放，是祝福。从此以后，你每一天生活中，不管是罪啊还是过犯啥的呀，神他是不纪念的，赦免的，看到没有？所以你必须要认识到，神他已经不纪念了，神已经赦免了，那么我还提他干啥？我还纪念他干啥？记住，只要你不提他，你不想他，你不纪念他，你就不会被他影响和辖制，他在你生命中心中没有任何地位，一点分量也没有，是不是？他又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有啥值得提的？提也不提，一点分量也没有，一点地位也没有。阿门，好不好？哇，这太棒了。所以你在新约里面，你认识到你活在基督里，你也被赦免了，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这才是你蒙福的开始，这才是你丰盛兴盛的开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所成的都应验在你身上了，这是你属灵的生命，是你属灵的真实啊，看到没有？你不要再老是说啊，是人哪有不犯罪，我们谁不会犯罪啊，谁都会犯罪，不要再说这些话了，这些话想法都是魔鬼来的，明白吗？今天我们是活在基督里了，如果你认识到耶稣已经赦免了我，我们活在基督里，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，神已经赦免我的罪，已经不再纪念我的罪，这是我真实的属灵生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认识到你活在基督里了，你已经被赦免了，你心中充满这样的真理，你才会真正的胜过罪呀，不犯罪呀。哈利路亚。那有人就会问，那你天天讲赦免，讲赦免，讲恩典，讲恩典，可是人要是万一还是犯罪怎么办呢？是不是？人很担心，你讲赦免啊，神都纪念了，神都不赦免了，反正神都不定罪了，神都赦免了，那我随便犯罪啊，有人就这样的问，担心。弟兄姐妹，我要跟你说，如果你真的知道神爱你，神赦免你了，你是不会去犯罪的了，你只会更加的爱神，好吧？
我们看一段的经文，路加福音的第七章36节到50节啊。你看这一段的经文是这个耶稣呢在这个法利赛人家吃饭，是不是？这有一个有罪的女人呢，她来到耶稣面前。这个女人呢，她还爱耶稣，为什么她这么的爱耶稣？她因为她已经被赦免了，她知道耶稣不给她定罪，耶稣赦免她。啊，我们来看啊，36节说，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，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，发现没有？哎，耶稣和法利赛人也建立关系哦。啊，在前期他们还是关系不错的啊，还请耶稣吃饭，对不对？啊，但后面就不怎么样了，耶稣就骂他们，咒诅他们了，说法利赛人有祸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因为他们这样，他们不接受耶稣的恩典、耶稣的爱、耶稣的赦免嘛，他们要搞律法一套了。所以耶稣去他那里坐席，在这吃饭，是不是？37节说，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。啊，这女人是个罪人呢、啊。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，就拿着圣香膏的玉瓶，啊，拿着圣香膏的玉瓶，是不是？他知道耶稣在家里坐席，他就来了。如果不是耶稣在这家里坐席，他是不会来的。这样的罪人女人是被法利赛人定罪的，看不起的，她是不会到法利赛人家里的，你明白吗？那耶稣因为耶稣在这里，所以他才来的。那他来干什么？他来就是爱耶稣的。38节说，站在耶稣背后，啊，挨着他的脚哭，眼泪湿了耶稣的脚，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，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，把香膏抹上。弟兄姐妹们，你看到这个女人一系列的动作吗？全部都是爱呀、啊，她爱耶稣啊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她能够这么爱耶稣？啊，为什么他能这么爱耶稣？他为什么站在耶稣背后？为什么挨着他脚哭？因为他感动啊，是不是？因为他知道耶稣爱他们啊。耶稣不像其他的法利赛人那样看不起他们，给他们定罪啊。耶稣对这样的人都是赦免的、饶恕的、不定罪的、接纳的。阿门吗？所以他知道耶稣爱他的，赦免他，所以你会发现他一定要来到耶稣面前，在耶稣背后他就哭，然后眼泪湿耶稣脚，用头发擦干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多么爱耶稣，你能想象得到吗？用自己的头发擦耶稣的脚，还怎样？还用嘴连连亲他的脚，用嘴亲耶稣的脚。啊，耶稣那个脚肯定经常走路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这个巴勒斯坦地区啊，那时候耶稣又没有这个啊自行车、电动车、摩托车、轿车，是不是？到哪儿都靠两只脚，11路公交车，对不对？啊，走路在耶稣脚上都是灰尘呐、啊。但你看他眼泪擦耶稣，眼泪怎样滴在耶稣脚上，用头发擦干，又用嘴亲耶稣的脚，用香膏抹上，这是什么？这一系列的动作你都应该看到，那就是他爱耶稣啊，他爱耶稣。所以弟兄姐妹，那接下来呢，你看到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，心里说，这人若是先知，必知道摸他的是谁，是个怎样的女人，乃是个罪人。看到没有？这法利赛人就是定罪的。他不但定这个女人是个罪人，连耶稣都给定了。耶稣，你不是传道吗？老师吗？如果你真是先知的话，你肯定知道他是罪人。我是罪人，你还要给他这样的？啊？
那你就说明一件事，你不是个好夫子，是不是？所以在法利赛人的心目中，你看到没有，都是定罪。那么耶稣得解决啊，那耶稣怎么说？耶稣就在那说，西门，我有句话要对你说。西门说，夫子请说。嘴里面叫耶稣是夫子，心里面你看到没有，怀疑耶稣啊，是不是定罪耶稣。好，耶稣又说了，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啊，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，一个欠五十两，一个欠五两啊，一个欠五十两银子，一个欠五两银子。因为他们无力偿还，债主就开恩赦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。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？看到没有，一个五十两啊，一个欠五两，债主都把他们赦了啊，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嘛，所以都赦免了。那么哪一个更爱他？西门回答说，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。所以你看他回答啊，我想的是多得恩免，就是那个五十两的，欠五十两多得赦免，多得恩典赦免的人会更爱他，是不是？看到没有，如果你知道你的罪多，你的罪都被赦免了，只会怎样？更加爱他。连西门都知道，只是他没被开窍而已，他一直活在律法里、宗教里，是不是？没有活在神的爱里、恩典里。今天耶稣把这个真理、恩典、赦免的真理分享给他了。所以耶稣就说，你断得不错。于是转过来对那女人说，对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，你看见这女人吗？我进了你的家，你没有给我水洗脚啊！这个在中东的地区啊，巴勒斯坦地区，这是不礼貌的、不尊重的啊！因为你请一个人到家里吃饭，首先第一件事，你就要怎样？就要用一盆水给他脚洗吧，这是尊重他、爱他的表现。可是这个西门请耶稣吃饭，连这个礼节都没有，连这个尊重都没有，是不是？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，用头发擦干。阿门吗？你看，西门没有给她洗脚，女人怎样？用眼泪给她洗脚，用头发擦干。这都是对比啊！对比的是什么？对比的是被赦免的多的人爱的多，对被赦免的少的人爱的少啊！是不是？四十五节说：“你没有与我亲嘴。”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的用嘴亲我的脚。这个你必须要知道，犹太人的文化，巴勒斯坦地区，他们见面的是要拥抱、要亲嘴的啊，这是一种亲切啊。可是你看到，就像我们中国人见面要握手，哎，你好你好你好，是不是啊？可是你看耶稣到西门家了，他并没有亲嘴啊，这个没有这个亲切感来欢迎耶稣啊。就像今天，哎，我们见面了，你，我跟你握手，你理也不理我，是不是？你抱这个手，那我也感觉不对劲儿了，是吧？不被尊重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人与人之间都这样，哎，人家要跟你握手，你不跟人家握手，或者是你见了人家的面也不握手，也不问好，没有亲切感，是不是？那就没有爱呀。所以你看到耶稣接着说，你没有用，你看这个女人是用嘴亲他的脚，这就是爱呀。这女人就比西门更爱耶稣啊，对不对？接着说，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，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。三个对比，是不是？对比出来，西门没有这个女人爱耶稣爱得多，是不是？所以四十七节他总结，他说，所以我告诉你，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，因为他的爱多，但他赦免少的，他的爱就少。看到没有？所以你不要担心，哇，传讲爱呀，天天传讲爱呀，传讲恩典呐，传讲赦免呐，神儿女会不会犯罪？会不会更加的犯罪，更加放纵自己？哎，如果不明白、没讲清楚，或者是没听清楚、没听透的，可能会这样。
但是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真听明白了，你真的知道天父完全赦免你，完全爱你，你只会更加爱他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两个人，一个是西门，一个是这个女人，如同西门就是五两银子，这个女人就是五十两银子，看到没有？但是债主都给他们赦了。但你会发现，这个五两银子被赦免了，他的爱就少啊；这个五十两银子他被赦免了，他的爱就多啊。所以这个女人的爱就多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知道你神爱你，恩典赦免你，你知道的少，知道神赦免的少，你会怎样？你的爱就会少，那你爱的，你爱就会少，那你就会怎样？你的罪就会多了，知道不知道？天天想着犯罪的，不是想着享受神的爱，啊，回应神的爱的。所以你看法利赛人心里面就是定罪啊、论断的这些东西，是不是？因为他里面没有爱充满，没有赦免恩典充满他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到这个女人，她知道她被赦免，她的罪多，她被赦免的多，所以你会发现她的爱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所以你也就是说，今天所有神儿女听着，只要你越知道神爱你，越知道神恩待你，越知道神赦免你赦得多，你不但不会犯罪，你会更加爱耶稣。听明白了没？你会更加的爱他，回应他的爱，因为你知道赦免的多，对不对？你的爱就多。如果你觉得啊赦免的少，那你的爱就少。如果你觉得神不赦免你，不好意思，一点爱都没有。听明白了没？喊声阿门！听明白了，喊声阿门。好，这个问题我们要解决了。所以当你知道你活在基督里，你已被赦免，你只会回应他的爱呀，更加的爱他，是不是？这个女人把一玉瓶香膏都打破，都为耶稣膏抹他的脚，你说多么大的爱。你必须清楚地知道，一玉瓶香膏不是个小钱，在当时那是极重贵重的，最起码是三十两银子一个人的工价呀，这样的是怎样？就是这样的来回应来爱耶稣啊，不是三是一千银子、一两银子啊，看到没有？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越知道神爱你，你会越加的怎样？越加的爱耶稣的，好不好？这是路加福音的第七章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们看路加福音的十九章一节啊到九节。路加福音十九章一节到九节，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是税吏长，是个财主啊，做税吏长是个财主，很有钱啊，又有地位，对不对？是税吏啊。我们必须要知道，税吏在当时是帮罗马人收税的啊，他们不但能帮罗马人收税，他们是承包制，他还能多收税，然后怎样自己贪污的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群体。所以税吏在当时就如同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的汉奸一样啊，这些税吏在当时是被人看不起的，是被人定罪的，他们是背叛这个犹太民族以色列国的，在犹太人眼中看来，他们就是罪人啊，他们就是罪人。弟兄姐妹，你看看这样的人啊，是不是？你看看他要怎样？他虽然有很多的钱，有很多的啊，有身份，有地位，但人家看不起他，但人们也把他没办法，因为他后面有罗马的政府啊，有权柄呢、啊，
罗马的政府军队支持他，谁要把他怎么样，他就能怎样，那就是把你抓起来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你看这样的人他是被看不起的，所以他心里面就算是有再多的钱、再高的身份地位权势，他心里面还是空虚的，他的灵魂是空虚的。所以你看到第三节，他就要来怎样，就来找耶稣，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是不是？因为他听说过啊，耶稣呼召马太啊，就马太是个税吏，耶稣呼召马太做了他门徒，因为他听说很多税吏啊，啊，对不对？这些罪人呢，都喜欢听耶稣讲道。本来他们这个群体是被人看不起的，可是呢，耶稣来爱他们，是不是？接纳他们，赦免他们，和他们建立关系。所以他就怎样？他就想想，哇，耶稣今天到这儿来了，我一定要看看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？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长得怎么样，到底怎么样，是不是？只因人多，他的身量又矮，所以不得看见。啊，比较矮，应该是1.5米、1.4米啊。就跑到前头，爬上桑树，要看耶稣，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。是不是？他爬到桑树顶上去看耶稣。然后呢，耶稣到了那里，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：“撒该，快下来，把所有的罪都认清楚啊！啊，你还有脸爬那么高？赶紧下来认罪悔改！啊，犯了多少罪？贪污了多少钱？啊，想错说错做错的罪，讹诈了多少人？贪污了多少钱？这些罪都认清楚啊！”弟兄姐妹，耶稣有这样说吗？耶稣有叫他认罪吗？耶稣有给他定罪吗？没有。在这里你看到耶稣是怎样，耶稣对他说：“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”看到没有？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被人人看不起，人人定罪的，法利赛人定罪的，犹太教定罪的，撒该在耶稣面前，耶稣无条件赦免他，无条件饶恕他，无条件爱他，无条件接纳他，还和他住一起了。不是光见个面握个手啊，是要住在他家里啊。这是什么概念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愿意与撒该建立亲密关系、亲密谈气的概念，你明白吗？如果一个人彼此之间有仇恨的话，彼此之间有老恨的话，不可能在一起吃饭、在一起住的。弟兄姐妹，撒该是有罪犯罪，是不是？但耶稣来就是解决他这个问题的。所以你会发现耶稣主动的爱他，主动的怎样，主动的要住在他家里，这就是耶稣主动的宣告赦免他，你明白吗？解决这罪的问题，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。所以你会发现当撒该听到这个话，他就怎样，第六节说他就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，是不是啊？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。所以撒该在家里就接待耶稣了啊，家里的黄鱼啊、螃蟹呀、啊鸡呀、鹅呀，是不是东北的大鹅呀啊，什么这个象山的啊，这个石浦的这个螃蟹呀，哎，是不是啊？这个那台州的大陈岛那边的虾呀，那什么各种好吃的，是不是？钱都怎样从冰箱里搬出来，还得招待耶稣，招待彼得，招待耶稣他们的门徒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欢欢喜喜的接待，为什么他能欢欢喜喜接待？因为他发现耶稣这么爱我呀，跟法利赛人完全不一样啊。法利赛人见到撒该，撒该犯罪了，犯了多少罪呀、啊？把罪认清啊，想错说错的罪都要认清啊，撒该，你是个罪人啊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贪污了多少？你是有没有犯奸淫？
你有没有贪污，有没有偷盗，有没有干那些坏事，你犯的这些罪，你的认亲啊，不认识要管教你啊，是不是？法利赛人这次大概不都是这样说话的，但你会发现耶稣完全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欢欢喜喜接待耶稣。接着第七节说，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，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不是说法利赛人定罪，连那些众人都给撒该定罪，说他是罪人。可是你看到耶稣却这样爱他呀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第八节，撒该站着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耶稣没有要求撒该你要认罪，撒该你要把你的钱啊奉献出来给穷人，撒该你敲诈讹诈了谁，要还他四倍。耶稣没有提任何要求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就是爱他，就是赦免他，看到没有？耶稣就是恩待他，就是和他在一起，他就怎样，他就自动悔改了，自动愿意奉献，愿意把钱拿出来，是不是？愿意给穷人，阿们吗？所以你看到没有，不是要求定罪让人悔改，而是神的爱，神的恩慈使人悔改。要搞清楚啊，耶稣来是搞恩典的，不是给你搞律法搞定罪的，不是耶稣来是解决你的问题的，不是整天盯着你问题的。弟兄姐妹，是神的恩典让人悔改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，撒该心甘情愿自动回来。所以你看接着第九节，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个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宝贵的弟兄姐妹，耶稣到撒该家就是爱到撒该家，就是救恩到撒该家，就是赦免到撒该家，就是拯救祝福到撒该家，阿们吗？而这一切都是无条件的主动的到撒该家。所以只有主动的爱，主动的赦免，人才会真正悔改，真正爱耶稣，回应耶稣，阿们。第十八章耶稣不是也像那个啥，这个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十八节到这个三十节，那个很有钱的财主，是不是？他跟耶稣请教啊，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他耶稣就在讲律法了，是不是？讲这个不可杀人、不可奸淫、哒哒哒这些，是不是？他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的。耶稣还缺少一件，要把所有的变卖分给穷人，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跟从我。你发现最后那个财主就这样忧忧愁愁的走了，是不是？这是一个多么清楚的对比。如果讲律法讲要求，这个财主认为自己能遵守律法，耶稣给他把律法提高，是不是？当遵守律法，你认为你能遵守律法，耶稣给你提高，结果他遵守不了。你会发现讲律法讲要求，人是越来越忧愁，讲律法讲要求，人是怎样，人是没办法跟耶稣，讲律法讲要求，人变得越来越小气自私。这个财主没钱吗？有钱，一毛不拔啊！不说所有分给穷人，一毛没拔，是不是悠悠愁愁走了？但是你看到十九章这个撒该也是财主，但耶稣没给他讲律法，为什么？因为撒该也知道啊，因为律法他是定罪的，所以他也不要求了。耶稣啊，我该做什么？就是那个财主，十八章财主认为自己很厉害啊，自己从小都能遵守律法，所以要求啊，我要做什么才能得永生？所以你看没，耶稣对律法的人要搞做的，搞律法的人就讲律法。但耶稣对这些你不讲律法的人，
是不是？你有罪呀、啊，你有这些问题啊，耶稣给你的都是爱和恩典。所以十九章你看到，当耶稣给撒该爱，给耶稣给撒该恩典，撒该就怎样？撒该就悔改信耶稣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还用担心吗？哇，传讲爱，传讲恩典，会不会更加的犯罪？弟兄姐妹，只有不传讲爱，不传讲恩典，人不知道爱，不知道恩典，人的心中没有爱，没有恩典，才会犯罪啊，才会充满罪啊，被魔鬼用罪这些东西所欺骗蒙蔽啊。如果传讲爱，传讲恩典，当他心里面充满神的爱，充满神的恩典，充满神的赦免，他知道神爱他，神恩待他，神赦免他，他什么都愿意为神付出来爱神的，阿们吗？所以你看到没有，第七章路加福音第七章，这个女人是这样的，耶稣给她讲恩典，讲赦免，她来爱耶稣更多。路加福音十九章，你看到撒该也是这样的，耶稣给他爱，给他赦免，给他恩典，你会发现他回应耶稣的爱，回应耶稣的恩典，付出的更多。弟兄姐妹，好不好？所以你越知道神的爱，越知道神的赦免，你会越蒙福。阿们，知道神的赦免是你蒙福的开始。弟兄姐妹，知道神的赦免是你爱神的开始，知道神的赦免是你得胜的开始。哈利路亚。所以你知道他的赦免越多，你会越爱他，你会越蒙福，你会越得胜啊。哈利路亚。好吧，所以弟兄姐妹啊，今天我们所有神的儿女，所以你必须要清楚知道耶稣他来的目的，他已经做成了啊，他已经成就了。所以今天我们活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每一天都是活在他的恩典里面，他的赦免里面，好不好啊？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分享啊，神祝福所有的家人们，我们一起来祷告啊。好，关于如何认罪啊，我看啥时候再做一个胆讲啊，我还有一些啊这个信仰问答的一些信息啊，后面包括什么是认罪啊，什么是恩典啊，什么是啊赦免啊，什么是悔改啊，什么是啊圣灵啊，什么是方言啊，对不对啊，什么是这个领圣餐啊，什么是抹油啊，我会用这个10分钟到15分钟啊这样的精简的胆讲，把这一切的啊这些重要的一些啊真理啊，就是说我会把它啊分享出来，好不好啊，分享出来，然后会形成一个系列叫信仰的问答啊，这也是神放在我心中很久了啊，很久了，所以我后面会把这个做出来啊，做出来。那弟兄姐妹，那就是啊，当你有什么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只要点开这个信仰问答，一条一条全都解决，哇，太棒了。那这样的道理是能够全面的、全备的、丰富的喂养我们啊，让我们能够对神的真理呢更加的扎实啊，更加的充足和扎实。那些信仰问答类的信息呢，可能可以解决你一些问题啊，解决你一些问题。它就像这样，就像快餐一样，你太饿了，几天没吃饭，赶紧搞一碗快餐，是不是？买个快餐吃一点。但是你想要身体健康，营养均衡，想健康强壮，那你需要的呀，你需要吃均衡全面的营养，这些丰盛的是大餐，明白吗？营养均衡啊，营养丰富，营养全备，这样的属灵的大餐，哇，你吃的每一天吃，越吃越开心，越吃越年轻，阿们，越吃越健康，越吃越强壮，哈利路亚，好不好？神赐福宝贵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
们感谢你，祝福所有的家人，宝贵的弟兄姐妹。今天晚上这些真理的信息来喂养我们，爸爸，我们深深的感恩。我们要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，让我们明白这些恩典真理的道，明白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被赦免。当我们越知道我们被赦免，我们会更加的爱耶稣，更加的爱你。天父，谢谢你让你赦免的恩典、赦免的爱充满每一个神的儿女的心，充满每一个神儿女的家庭。谢谢天父，让我们每一个孩子、每个家都活在你的爱里面、恩典里面、赦免里面，我们是大大蒙福的。谢谢阿爸父，荣耀归给你。同心合意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